Hello， 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紫绿色点黄色的背景花衣，然后我们里边准备了这个现在高仿真的排草，就是仿真的度超高啊，小感觉小手感，然后呢还有我们新款的蝴蝶兰啊，这个新款蝴蝶兰，然后再点上我们常用的大葱球，效果也特别的棒啊，也叫乒乓菊，然后呢这个是准备的白绣球，让我们一起来看插花的过程吧。刚刚打好的绣球向前突出的点，然后呢我们这边连接用绿色的排草，这也就是手感排草，排草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在上边，挑一下这个排草的效果啊，大堆感。蝴蝶兰掰出线条，往里面插入铁丝网，别进去之后去连接，哇，大茶花呢有好多人他也不用，他就觉得这个是祭典花，其实正常它不是的，它就是大茶花，是婚礼中用的，但是呢也取决于你个人的看法，然后我们点在里边，哎，这里边我们准备了真实感的叶子加在里边，像是狗的梦，我知道。